小时候经常听大人讲一句话，人各有命，上天注定。长大之后才知道另一句话叫做，所谓命运，一半在天，一半在人。我始终相信，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认命二字，有的只是倔强的灵魂和永不服输的心。不认命，就是对命运最好的回击。